植物大作战。嘿，大罪惩罚，大罪惩罚，大罪惩罚。小安，你的报复心这么强的吗？不就是之前喊了几句吗？哦，你能喊我就不能喊了是吧？当然可以啊，小安姐，你这次想惩罚老大啥呢？我老大啥惩罚都不怕的，不用在意我的感受哦。小五头，你到底是哪一边的人？哎呀，为什么是不要在意你的感受？哎，不是应该考虑我的感受吗？我想想哦，大嘴，我不会难为你哦。你这次就每次说完，在后面加一句夸我的话，怎么样？这个不难吧？这个很难的好吧？你又没啥让我好夸的呀，这是在为难我。可恶的大嘴！老大，要是你不接受惩罚的话，就直接算你这次输哦。哦，可恶，小阿真可爱。能听到大嘴夸我，还真是难得呀。这一次的植物和僵尸是这一些，上次老大输了，所以是老大先来选植物哟。我要这个即将豌豆，小阿真漂亮。你这句不是和之前的差不多吗？我要这个冰西瓜投手。你就说这句是不是夸你呢？我再选这个魔法玫瑰，小娃真善良。确实是夸我的，但是为啥听起来我一点也不开心呢？竹笋炮是我的喽。植物选完了，接下来就是选僵尸了。小娃姐先来选。我要这个垃圾桶僵尸。我选这个 Z 科技传送僵尸。小娃好漂亮啊。喂，大嘴，你这也太敷衍了吧，这明明和之前一模一样呀。有吗？不是有一个字是不一样的吗？小娃太漂亮了，我服了。我要这个乌龟骑手僵尸。嘿嘿，这个玻璃门僵尸就是我的啦，小娃真温柔。植物和僵尸都选完了，接下来就是随机事件了。一，金子瓜皮，冰西瓜的伤害翻倍。二，魔法家族，拥有魔法玫瑰的一方增加三个魔法书页。三， Z 科技家族，己方增加三个科技护盾机器人。四，垃圾回收，垃圾桶僵尸的血量翻倍。五，最佳搭档，拥有机枪豌豆的一方增加三个火焰树桩。六，钢化玻璃，玻璃门僵尸的防具值翻倍。老大先来哦。五，最佳搭档，拥有机枪豌豆的一方增加三个火焰树桩。机枪豌豆加火焰树桩，我无敌啦！小蛙好温柔，看我不打爆你。四，垃圾回收，垃圾桶僵尸的血量翻倍。两边摆好阵容，准备好开始了哟。战场直接就变成了两个地方，左边打左边的，右边打右边的。这冰西瓜的一下攻击，居然直接把火焰树桩给打灭了。这个居然是老大胜利了！嘿嘿嘿，小蛙，你不是要打爆我？怎么你的植物和僵尸全没了呀？我好怕怕呀！可恶的大嘴，下次我一定会赢你的。